小姐先生，台北监理所团队，施工组团还有本处疏导团队，大家好，大家早。好。这是我们今年在宜兰地区的新闻记者联谊会，那是以我们疏导办处主办的啊。我们昨天已经在花莲顺利的召开了，希望现在记者也能够顺利举行啊。那也祝这个今天的联谊会大家能够联谊的非常好。那接下来是不是我们就请王所长或者是王总先？邵处长，刘副处长，以及各位记者媒体先生小姐大家好。好。我想说今年的那个春节书运特别就是要拜托那个各位哈。我想说宜兰在每年春节都是叫做必加必争之地。那尤其今年的那个春节书运要跟五名的樱花那个书运两个时间上有那个就有重叠。好，所以我们今天有特别安排一个警报，针对那个我们整个书运的一个转乘的优惠的电子票证的优惠，待会会做一个警报，也希望各位就是媒体朋友们帮我们广为的宣导，让今年的书运更加的顺利，更加的安全，谢谢。台北监理所王所长、疏改处的邵处长以及今天莅临会场的各位记者朋友，大家早。早。施工处为了今年的一个春节书运，在这几天已经做好了相关的准备。稍后在简报的过程里边，可以跟记者做一个说明。在这边施工处有请各位记者朋友来协助做一个大力的一个推波。在这边先祝福各位记者朋友新年快乐。接下来是。